因为它是有粘起来的嘛，那会不会说因为遇到热啊、遇到水啊，然后就裂开了这样子？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胶料是一种防水的胶料，而且像我们做的茶盘哈，茶盘如果说我们做起来以后要做一个保护的膜，就涂装把它保护起来，所以现在整个的那个保护起来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会有那个水侵蚀的问题，都没有。那它可以是不是在使用上可以有一些限制，说你只能做某种的一个材料，只能做桌子或者做其他的一个类别，会有它的限制吗？其实木头能做的它都能做，而且它更广泛，就是说像因为它的可以做成竹的地板、竹的壁板，甚至可以做成竹的天花板，也可以做成家具，也可以做成玩具，也可以做成家用品，各种东西其实都可以做。竹子只要做成沉积竹都可以用，运用的范围其实很广，这样只要木头可以做的，它大概都可以运用，一定都可以，而且它强度更强。是，那像一开始的话，你一开始有讲说，那时候知道这个沉积竹，这个觉得这是好东西。第一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听到了解到这个沉积竹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出现？这个是有一個，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台北，我们是贸易公司，我们有一个朋友了，他从一个沉积竹的公司离开，那个沉积竹公司最早的时候那家叫唐竹，他离开的时候他来找我们说，这个东西不错，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那我们接着说，确实不错，所以我们就跟他合作去设厂这样。那时候是看到什么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错？它的材质哈，竹子如果做起来的时候，其实像象牙那么漂亮，摸起来它的那个光滑度是非常细腻的，很棒，摸起来感觉也很好，看起来感觉也很好，用起来也很好用，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种利用啊，竹材的利用，而且是可以做成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看到这个，这么坚硬哈，然后摸起来的外表就跟它实际的一个材质一样那么的坚硬。那时候心里所想到的一个你自己升起的这个梦想是什么？我觉得说哇，找到这种东西的话，我应该可以好好的用这种材料可以做很多东西，而且如果能够推展到全世界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那个事业。所以后来你就开始去开这个工厂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器材的一个开发这样子。对，下去以后才知道问题一箩筐啊，有很多问题吗？是啊，因为来找我们做的时候，当时那个来的人来找我们那个朋友哦，其实这整个的那个技术的那一种那个成熟度不太够，后来因为我们才发觉说技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去请教了台湾大学的老师啊，去请教了那个中兴大学老师啊，我们就干脆搬到竹山的时候，我跟我弟弟还有一个我们的朋友三个人就去那个草屯工艺研究发展中心那边实地操作三个月了，天天去那边操作，去学习吗？去学习，然后去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是用高周波定型、加热定型，然后胶料的研究，胶料后来我们是有一个那个龙花会的一个康世清技证，他给我了一大叠的报告，我就好认真去看，看了以后是研究资料，研究那个所有的需要的那个知识。那我们最后用的是那个中兴大学一个刘正志老师哈，他的鸡尾酒法的胶料，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胶料去把它，就按照比例去做一个调和。对对对，按照比例去做出。那我们因为从这里等于说在技术上就立稳脚步，就成熟了。但是还没有遇到这个东西之前，你那时候产品出来会有什么一些状况，让这个整个产品变得有瑕疵？它那个加压如果不够的话，或者你那个胶料的那个调的不好的话，可能它的耐厚性跟耐水性，或者是说它的那个耐久性会比较差，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厚这样子吗？做那么厚是可以，但是只是说它的那个强度或者它的整个的胶线的那个密合度就比较不够，容易产生裂缝。对，比较容易有问题。对。那后来还记得说那时候发现这个答案之后，那时候的状况跟心情是什么？非常高兴，真的非常高兴，但是后续的问题也会来了，就是要怎么卖。技术上突破了，技术上突破了，市场，对，市场在哪里？市场问题来，当时我还记得哈，我去那个丹麦的 Vela Center 去那边展览的时候，每一个客人看到我们东西都说哇，好棒，好漂亮。然后问我说这是什么木材？我跟他讲说这是竹子。他说什么是竹子？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竹子。欧洲人全部不知道竹子，而且他们也没有听过竹子，也没有看过竹子，所以第一次去跑了那么远，跑到丹麦去展览，被打屁股回来，一张订单都没有。所以那时候也很挫折、哦。那时候很挫折。不过其实我一开始也对这个成绩组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到底这个是怎么运作，然后可以在生活中做什么样的一些使用这样子。那么就透过一段影片来了解大家对这个成绩组有什么的想法。竹子贴近我们的生活，啊茶跟竹本来就很配，好啊石头其实也是生活化啦，但是它是比较硬邦邦的，那我觉得竹子有点柔软度感觉。好看竹子成长的那种过程，还有它有柔软度。当时我很惊讶，就是说竹是一个圆的东西，然后它能压缩变成一个竹桌、竹椅或是砧板，就是这样。我是觉得，若是没有接触竹艺术的人，他们没有想象，竹可以演化出这样的作品。我爸爸他对木材的工艺方面非常的清楚，而且对沉积竹的研究方面。他其实从30年前，从沉积竹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方面，所以他对他各种材质的性质、它的粘着度跟它加工哪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比较清楚。透过这个影片，我们了解哈，戴总对这个竹子的研究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去研究出来，说这个沉积竹可以做什么运用。可是欧美对这个竹子不是那么的认识，甚至还可能没有听过竹子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去丹麦推广这个沉积竹的时候，那时候的是状况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对这个的一个觉得很好啊？可是对这个产品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容易接受。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在展览场里面是有很多的，是等于说末端消费者很喜欢，但是当我们去接触那些进口商的时候，那个进口商就是说，哎呦，你这种东西我都没有卖过，到底有没有机会？我们说，有啊，多人很喜欢啊，但是他们说，你们这种东西好像比木头要贵，所以他们就不敢去尝试。当然，我们后来还是不断的在跟他们很多的联络哈，他们后来。最主要是因为李安导演的那一部《卧虎藏龙》哦，所以里面有很多在竹林里打斗的画面了。对，竹林打斗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就说：“那叫本部。”才了解那是竹子这样。对他们了解竹子，后来他们开始了解竹子的时候，他们就去研究竹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那尤其是德国哈，德国做很多研究，研究以后他们就在发表了一个文章说，我们现在因为地球暖化的这个因素，会造成我们整个地球灾害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用环保材。用环保材的时候，他们知道说，竹子4年就可以砍，那竹子是最好的环保材，而且竹子的它的材质韧性，甚至它的韧性是比木材强了好几倍，可塑性还蛮高的。对，而且像一根扁担就可以挑很重，所以它那个强度做起来的东西会更强。所以其实竹材的应用还非常广，非常广。我们现在只是用了一部分而已，以后我们还可以更广泛的来使用竹子。所以像这样，他们发现竹子很好用之后，到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过了多少年的时间呢？这样过了大概15年。15年的时间。那可以做什么一些产品？其实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容易去取代这个木头的。在现阶段来讲的话，哪些比较被容易接受？我简单讲一个故事哈。其实有一次哈，有一个慈善家，他想说他要做，因为他一直在做慈善事业，他要去拜访一个家庭。那个家庭说非常穷，穷的什么都没有。那真的那一个慈善家就去这个家庭去拜访了。啊，拜访了以后，他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家庭好像不是穷，是这个家庭应该是懒惰。懒惰。人家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讲？你这个慈善家怎么讲话怎么这么没有？讲得太直接了。太直接了。山西产品需要天然材质来搭配，那是一个最美的。那高科技的产业需要工艺来配合，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那个产品很有生命，而且那个产品非常有自然的感觉。